你哋信唔信呢个世界上有精灵？听讲荃湾有个精灵花园，随时俾你遇到个精灵啊！等我谂定三个愿望，费事到阵时佢俾三个愿望我，我一时三刻谂唔到啊！这个精灵花园果然好有灵气，你睇下啲蕨类植物几靓，绿油油咁，几有仙气。这个水池设计都好特别，唔知呢一度揾唔揾到精灵呢？这个水池仲有灯光效果添，谂到都觉得靓啊！喷水池都未见到啲精灵添，一于睇埋其他花，可能佢哋匿埋喺啲花位度。在这么多花卉中，地蛹今年算是大家比较少见的种类。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一般是淡黄或黄色，它的叶面比较大，就好像芭蕉叶那样。行匀整个花圃都见不到一个精灵，不要紧，现在只要透过网上发展，大家不用周围去，留在家都可以看到精灵花园的设置。还想找精灵的足迹，不妨用手机碌住看，继续找。